家晚安。抱歉晚了一点，因为我刚回家没多久而已。我连一下蓝牙。Hello， 今天考完了，今天考完试了，耶耶耶！等我，是不是有点暗？我去开一下灯好了。等我一下哦，我去开个灯。大家晚安。等一下，算是在网上调分，耶！看来我还是提早的。Hello， 等一下，为什么连不到？对的，我们今天结业式，耶！我考完试，我放假了，耶！真是开心，有好多思想，耶！选修课的奖状，却忘记要见面，借口是道路的拥堵，工作太过辛苦，发自内心的表达却没人能够。你看这新衣服，大家。新衣服是不是很好看？真的喜欢这种风格。哈哈，靠整齐哇！我相信这次一定也能欧趴的。很好看吧？我也觉得，而且很 oversize。没有，就是可能还是有不好的科目，但是那个科目有过就很开心。没有，最近几次断考都是主力在练律师。有的姑娘琴棋书有着姑娘知道心，就在你今后做好早点班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我这次考最好的科目是数学，我考了95分，耶、其他科目就都还没有公布。对啊，我其实就是真的是理科，我真的就理科比较好。我怎么那时候选了文科？没办法，我想要念的科目就是文科。我本来就是理科比较好，当时就是选了文科，对。以前国中九五要打武侠，哇，那我们年代不同了。可是我文科不用到很好，所以就没有很吃香。没有关系的，文科也很棒的。勇于挑战自己，没错，就是勇敢挑战。我就喜欢勇敢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啊，我就很喜欢尝试。晚安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结束呢。结束之后，我就跟我的好朋友们，我们去吃烤肉。我们去吃了烤肉，去吃蛋堡烤肉，然后呢就很开心。吃完烤肉后，我就去看电影了。你们猜猜看我看了什么？量子界有想，没有，我已经选文科了，已经不会了。
哈，没错，是月老，就是月老。月老，我终于去看了，我真的是想了很久，想看很对月老，我想看很久了，我找我朋友一起去看，耶、yeah。对啊，我现在才看。对啊，他播好久，我一直都没有。西门的，瓦奇吗？我有哭一点点而已，没有很严重的哭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一开始真的吓到了。但你们有看月老的人应该知道吧？我真的吓到了。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开心心，我想说月老一定是一个爱情片，月老一定是那种很甜的爱情片哦。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去看，就看一看就哇，前面也太恐怖了吧，超恐怖的，我真的直接被吓到，我吓到了超多次，真的超多次。然后我最后直接拿外套在这样，然后盖住，吓死我了，真的是很恐怖，我直接吓到。然后我刚刚我有很多画面其实都没有看到，因为我真的太害怕，所以就断断续续的看。我朋友就不会到怕，我真的是很恐怖，到现在还有那个画面。我觉得最恐怖画面就是那个，但我又想到就是那个在，真的很不一样，这很恐怖。那个叫什么？就是。那个坏人啊，在一开始还没有到人间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很恐怖的女生的那个脸，就是那个女生的脸超恐怖的，我真的是吓到了，真的是超恐怖。现在脑袋还有那个画面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啦，反正就那个女生她长得超恐怖，然后她就这样，然后头就、太恐怖了。然后我刚刚在照镜子的时候，我又想到那个画面。对，我就在想说，我今天开开心看一个很美好的爱情片，就看到这种画面，我有点难过，但是还是很喜欢男主角，然后那个女主角也很漂亮，哎，好可爱啊，女主角。小心月幕是小心月幕，就是不要那些可怕画面的话。对，没错，我原本就是要去看那个，我一开始因为看到月老，那个有一间电影院，然后没有月老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不然来看再说一次，我愿意吧，哦，我应该看这个的，那个看起来就很甜，就是我很喜欢的类型。我朋友也有吓到，因为他也以为是很甜的那种，但是他不会觉得很恐怖，因为他看过鬼片，然后我是没有看过鬼片的那种人，唉，这可能是我看过最恐怖的那种脸。然后还不能不看，超痛苦。你也喜欢很甜的，我也喜欢。没有啊，月老还是很好看，真的。也就是我觉得可以去看，因为它题材很特别，然后拍的也很好。然后有养宠物的人去看应该会蛮感动，我觉得。还有什么拍得很好？对啊，就是题材很特别，就是我好啦，可能是我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，就觉得很酷。而且我觉得那个柯震东真的演得太好了，他是好会演，超会演的，他哭的哭，他一哭我就想跟着哭那种。娘子轩万分之一呢，耶！不是奇幻，是奇幻 plus 恐怖。对，我也是，我就是看别人哭就很想哭的那种人。我觉得我就是很容易代入，或是就是很容易代入。晚安。没有，王静也很棒，而且她超漂亮的，而且身材很好，她很漂亮，好漂亮，我一直在欣赏她的脸。而且我很早之前就有追踪，就有那个看过她的 Instagram， 就很喜欢她，好漂亮。
到子萱直接开始哭，不了吧，不了吧，别啊，这样妆就花掉了，你就看不到美美的子萱了。哦，小说，我是没有看小说。原本叫哦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红线。但是还是觉得他的那个脸真太恐怖了。对啊，我知道集中会取消，好可惜哦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真的是很可惜。好险，就是演唱会还能继续，真的。很恐怖哎，很很紧张，就是每天都在关注那个机管家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社团活动也都会取消，就都取消了。真的把手找这样，耶、yeah! ！但是这样我算是赚到吗？对，准备很久。真的希望，应该是可以啦，相信可以的。对啊，就不知道要看，就是看疫情吧，而且又要碰到过年。变得期待样子，好的呢。啊，我今天没有睡午觉，也没有睡晚上的那个觉。我等一下就会累一阵子。期待。对，我今天应该会是小韩，希望我不会说错话。希望脑袋今天有带来，不要因为没有睡觉了就停止运作。新歌吗？你说我的那个 18 吗？其实我有在打算寒假，就是寒假要来做出，不是做出来，就是把它发出来。到时候再看看时间，就是最近真的很忙啊，我虽然要放寒假，但是也是非常的忙碌。没错，我会努力的。怕子萱吧，对，我应该是。不要一直讨论，到时候爆雷。我现在还可以思考一下，等一下可能就停止思考，开始看看字，然后直接回应的模式。Hello。聊历史，为什么要聊历史？我们不如来聊数学吧。我比较想要聊数学呢。不要，我们不要聊科研。我现在好不容易放寒假了。你放寒假了，我是个放假的孩子，非常的愉快。虽然我都快忘了，不，我们不聊学业，不。啊，先跟你们说，我最近呢，没有，一放假就吃烤肉，没错，又是看电影的快乐孩子，耶、yeah, ！而且我们今天还羞耻了一波，我们直接坐了计程车离开学校。耶、yeah ，直接很开
快乐。直接愉快，对，今天就是奢侈路线。觉得是中文是倒也没有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我前面有没有说，我现在最近有很多安排，像我现在很忙，但是我还是会在掐空时间内追剧的。我在追剧，我现在有很多不想看的。来，先跟你们说，第一部我想看的是《开端》，你知道这部吗？这部我超想看的，《开端》是陆剧，然后呢，它是在讲述就是一直在一个循环里面，就一个爆炸案，女生一直在循环，后来把一个男生也拉进去，好，大概就这样。他有兴趣可以去看，我还没开始看，因为还没出完。然后再来是，对，应该有一点点悬疑。然后再来是什么呢？我想一下，我记得还有，哦，《艾米丽在巴黎》。嗯，没错，这个我想看，这我想看很久，一直都没有看。然后呢，我还想看一个综艺，也是恋综，哈，我最喜欢看恋综了。我还没看完，我这寒假要看《艾米丽》。然后恋综啊，还有一部那个，就是那个学什么花那个忘记名字了，就举手演的那个《安妮在台北》，好看吗？好，现在目前有四个，我想一下，我还要看一些小宋的综艺，好，五个了。对 Disney Plus 上面的。我不转睛呢，耶、yeah。没有啊，华灯初上现在好像蛮多人在看的，但我目前还没有兴趣。之后吧，之后我现在太多剧在拍了，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多加一部了。之后呢，有空再看吧。我现在会想看开端，主因因为男女主角我都很喜欢，然后呢，其次那个剧情感觉蛮有趣的，也不是蛮有趣，就是蛮特别的啊！他们流星没有，他们没有推荐。对啊，我 schedule 很满的，我是大忙人呢。Hello， 风凉。哦，被姐姐看到会很开心。而且我今天是因为开端的男主角，我要回味一下他之前演的戏，然后我就跑回去看他之前演的戏的小片段，真是太甜了，非常的快乐。喜欢一些小甜剧了，看了心情就很好。对啊，很忙哎、欸，真的太忙了，还要做呀？哎，有啊。寒假真的太短了。对啊，寒假真的比开学的时候还要忙、欸，这样不行啊。我一定追不完全部的，就是能追到哪就追到哪。应该放暑假啊，应该跟暑假时间一样啊，为什么寒假那么短、啊？就没有办法安排完我想做的事情。寒假一天就是这样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大家的六日都两场都
会来吗？造成负面影响。对啊，所以真的应该要放两个月。那你们现在是知道位座位的吗？大智慧还是还是不知道？哦，都会到第一排中间，很厉害。哎呦，有人在道歉哦。散发浓郁淡香，值得一再品尝。统一面包里，第一排哇，往你右手边一看就会看到的。OK， 哇 A 排，哇大家都 A 排，那么厉害。那你帮忙就是 A 九哦 ，OK。看你在看哪里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笑笑你不够用哎、欸，你的眼睛不够用，你的家长错啊，离我有点远，交给阿和，好的，交给阿和。泛滥，你们滥用你就不会再暗淡。白白晒就是不一样浪漫，有鲜艳的花朵吐槽淡饭、哎。你是那美丽的风景，那沿途的路上你发出了光芒。哎、烦恼都不见了踪影，像热烈的阳光滚烫的汪洋、哎。让你看到我的真心，心跳是多么动听。把你当成我的世界，就像我的生命，我爱你绝对不能分心。想要做个画家，为你画画。根本起不了这事，抽奖这是好事啊，笑笑，一定要看子贤的，那必须的，怎么可以不看我呢？给你一个心理准备，笑笑给你一个心理。然后呢，就是当我想要比回去一下爱心的时候，然后笑笑就不会看过来喽，他就会看向别的地方，跟别人一起比爱心。然后就会看到很尴尬的我哦。然后比赞啊，阿和做的好。不会的，你这次再继续看、啊、你一定要继续看着我，但我不一定会再回你一个爱心了，因为你已经让我难过了一次了。没错，这是要看我心情。只要能看到我们始终成双。 I don't care 别人到底怎么说，我也被你吸引，无法开口怎么做，请你臣服我的旨意，就算世界末日也要让你知道我。你要随时准备好，就随时都要看，随时都要看着看着我，哎，有时候有没有回你，这样你才会接收到，懂了吗？我觉得那么久我还是对你喜欢，到底要我怎样才能证明？800次机会，所以下次还会再看别人800次。哇，这个画中画，哇，还是被我发现了呢。我今天还是挺机智的。我会把你宠得像是一个小孩，女儿像风，我的相遇，这个世界最温柔配得上你，对你觉得认真不是胡言乱语，我们之间感情不止千丝万缕，我是明
也不需要早起，没错，我们可能还是要早起。没有关系，早起早睡，身体好。摸定一下，哎，室内可以戴吗？我们哎，应该是哎是可以的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我想说我们规定有没有？应该可以，应该不会有这种规定。今天也来读书吗？没有哦。早睡是凌晨？没有，没那么夸张。最夸张的不是我，只是会很暗，对啊，它会超暗，就戴着墨镜。而且你会很显眼，可能大家都会看着你。那他可能还会让路，他会让你走。他说：“哎，这里这里，搭半刀。”要多个快点！看这哇，客房都会说话呢。早上没有，我不是早上才睡，但是有可能啊，既然都放寒假了嘛。对啊，就是不容很少的机会。悠闲起来。我脚受伤了，大家不要学这种不好的行为哦。对啊，今天开始放寒假，耶耶耶！两三点左右，对啊，差不多啊。对啊，但是我这几天应该还不行，因为要表演，就是要早起，我就没有办法太晚睡。还差 哦，是这样，就算是比较好，也不能做出这种行为哦，大家，我们都要约定，不能做出这种行为哦。就是乖宝宝，这是成年啊，对，成年了，我觉得我可能因为现在有点累，所以开始已经有点疯疯了。我真的，我只要累，然后就会开始疯疯，然后讲话越讲越多话。没错，优先级就是要给需要的人。可以存在，真的吗？说了我很开心。表演完就可以晚睡，对错，我就会好好的追剧。耶、yeah ，好是熬夜，也没到熬夜，就是因为我今天没睡午觉，因为我是一定要睡午觉，然后还有晚，那叫晚觉吗？就是晚上回家会先再睡半小时到一个小时。很显眼吗？真的吗？好开心哦！突然变不成爸爸吗？真的吗？没办法忽视子萱，真的吗？这么棒的吗？最近在追什么剧？还没开始追，但是就有一些想看。真的吗？这么棒的吗？开心开心，谢谢大家。这速度很慢，我这速度超快，一下追完了。我是那种，就是我不是理智追剧的那种，就是有些人可以看一集然后就停下来，完全没有办法，看一集就觉得哇，直接看完全部。就看剧到有可能会这样哦。我真的一就是没有办法停，突然看一看，哇，怎么出太阳了？两倍速，对啦，对，就不是不一定两倍速，基本上跳着看，但有时候也会两倍速。隔半年才看，哇，这叫看剧吗？你都已经忘记内容了吧？我都已经忘记了，而且我还会跟别的剧错乱，然后混在一起，因为我看太多剧了。
然后有时候就哎、欸，他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？就哎、欸，没有在一起呀、啊。我马上对呀、啊，就没有办法睡着。哦，金秘书为何那样？那不是也是蛮之前的。再回来看过的哦，哎、欸，有时候我会这样，就哦不行。然后有时候看到这个尴尬的片段，就直接跳掉，因为太尴尬，真的是脚趾可以抠出一个城堡那种尴尬。我高中追动画也想一次看完，然后只看了两天，哇，那么厉害！动画没有。哦，说到动画，你知道我就是今天刚好跟朋友聊到，就是打电动，然后他们都很讶异我会打电动，他们觉得我是不是打电动的那一挂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也玩吃鸡，他们就整个吓到，说，哦，原来你是会玩电动的。现在晚上11点眼睛就沉重，对，我也是沉重，但是在看剧的那个时候，他眼睛就讲，然后沉大，然后继续看下去，他自动，然后如果是11点在读书的话，可能就已经累死了，直接去睡觉。对，我很少玩，就是他们说我就，他们就觉得我不会打游戏，然后我会很久没打，我是超久没有打了，可能就是有人说，哎，要不要来玩？我可能就玩了一次这样子，然后就会隔很久很久。才会再玩，因为我朋友就是有，就是我们逛完之后，他就回家玩电动，然后放寒假终于可以玩了。对啊，我好久没有吃鸡，我真的很久没吃鸡，就真的很就是蛮忙的，然后闲暇时间就在哈追剧。没错。露出双下巴吗？应该没有。哦，考3天哦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好啊，刚安布丁，我会跟他们说加油的。我们制作出我的小小小诗集。哦，明天开始哦，五六日，对对对，五六日。
考学测大家都加油哦，加油哦。享受动脑乐趣，不一定可能累了。他也要，他也想要享受舞台上的，没错，考场，他在考场。好哦，哎，我会记得帮你跟子轩说的哦。双下巴，哎，还是有双下巴的啦。现在开始倒数，不会睡着，眼睛开着。我的爱都不会变，别浪费爱，我给你的都给你显摆，别对白，我想再度。对啊，我朋友跟我说这个是的，我其实没有查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。想去哪？我哪都想去。我们来个那什么一个月旅游。我想出国，想出国玩。好想出国。对啊，我知道不会出国，但是就很想。想告诉你，是个男生都会喜欢你。我的也是可以不跟学校，就是看自己。哦，啊哦，线上哦，全球旅游哇！真的在高中就已经达到环游世界的梦想了吗？这不太可能哦。考完了机票，我也想要去。海边的风，乌鸦的云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没有，应该也就是一个现实吧。然后反正就跟着朋友啊，去哪里不重要，就是看跟谁，是吧？去哪里都不重要，跟朋友在一起就是都很开心。重要就是那个过程，跟他们每天都很开心的聊天，开心的说很多事情。对啊，避雨重点就是跟好朋友一起。真的，对，出国见真情，有听说，但我们还没有旅游过，我们这一群，哎，毕竟我们一定是真情的，我们一定是。更铁的关系呢。我在埃及天黑。
微醺在巴黎。互相伤害，对，那我平常就会互相伤害啊，这应该还行啦，就我们相处模式就是很可爱，很喜欢，蛮特别的，因为他们都很疯狂，就很疯，所以我也把我带的也很疯，真的是很疯的那种，害我现在我也不就是在跟他们在一起，就会自动变到那种很疯狂的模式，虽然是大家都是又会玩又会读书那种，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很厉害，真心佩服。模范，真的就是觉得很棒，不是只会玩，也不是只会读书。超级超再超级成，超购物时间，超级的时间，超睡觉时间，超卫浴用品，应该之前都不会啊，超起床就定一个时间啊。挑行程，行程一定先提前定好的啊。购物时间，购物时间，这就不说不定了，因为我们也没有一起逛什么街过。集合时间应该还好啊。晚上睡觉时间，应该我们都一起睡吧，应该就是一定会玩很晚啊，然后再一起睡觉。卫浴就是猜拳，是吧？睡顺序都猜拳，我现在就解决不了事情都猜拳。猜拳最重要，最简单了，两边行程也很对啊。哎，决定也会可以会玩，还好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是。不想参与讨论，应该不会吧？我觉得就是，因为我们是就是可能还是学生吧，就是一起，倒也不会到抱怨这种。而且就也不会很多人，就六个嘛，我们就这一群就六个人，也没有到什么不好的。而且他们真的都很随和，都随便的那种，就如果没有意见的那种都会随和，啊有意见的就自己提出来。然后管钱大碗，后来现在哦对了，的确，就要看，就到时候我们去避雨就知道。但我相信我们不会的。每个人都退让一步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但我还是很期待跟他们一起去毕业旅行，或是出去玩。人性的坎，我有跟家人去台东哦，人性的确啦。唉，应该还好啦，而且我们很有安全，我们很安全的，我们有跆拳道黑带的人。包括我们还有比较凶猛的，对不起，我的朋友们，还有那个比较 man 一点的，还有一个比较会大声讲话的，我现在用词很委婉，你看我们已经有三个人保护我们后面三个，我们后面三个就负责先跑，然后报警，如果遇到不好的事的时候。响亮的歌声开始现场演唱，没有人理我，他觉得我是疯的，然后就走掉。有可能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唱歌，他们可能以为遇到了一群那个脑袋不太 OK 的人，然后他们就走掉。不错的方式。什么的？学过空难，我这不叫学过，直接击退别人，那么厉害吗？特别是猫山。没有啊，你就知道为什么都叫他彪哥，那人家也是很女性化的，也是很就内心也是一个小少女的，只是比较 man 一点，不是 man 就比较 German 一点。关门放东西，彪哥还少一位，妈妈是妈妈。我还记得我朋友的名字，我要拍起来给他们。等我一下，我穿个裙子。
妈妈，妈妈不算，妈妈就是比较高，比较高，所以看起来比较厉害一点。月月，哎，我都忘记我叫她月月了，我忘记叫她月月了。小绿月没有，月月跟我一起在后面的，还有一个可颂，可颂也跟我一起在后面的，我们都是在后面的组合。就是他们可能会以为，就是那个我们的康康一定是在后面的，大家不要小看康康，虽然看起来瘦瘦弱弱，其实他最厉害。笑笑，你竟然说得出这种话呢？不是凶残，不要这样说，等一下人家来看，真的太尴尬。要说人家也是那种高大类型，绝对不是凶猛。对啊，刚刚是跆拳道，超厉害的。哎，他前几个礼拜还去比赛，超厉害。然后我们的月月呢，是很会跳舞，他也得什么全国跳舞的成绩，超厉害。我们大家就是真的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专长，超棒。一直记得穿一下。对，可颂也是跟我一起在后面，太明显了吧。笑笑应该也习惯了吧。没错，小张张，对，好像哈士奇。我们可以叫月月拉布拉多，他说你叫拉布拉多。小张张不是张张，工厂张，小张张。对，我们有时候会叫拉布拉多。我朋友回我了，他说他表他传了彪哥微笑。人家想要一个女性化一点的名字，对不起了彪哥。小妮你没有，他们都叫我轩或是安妮或是轩。月月 AKA 拉布拉多，那名字太长了吧。彪妹。不行，彪这个字就很适合哥啊，所以我才叫他彪哥。哎，发现他们的名字都是我自己取的，他们的绰号都是我取的呢，除了可颂，可颂是他们取的。康康啊，小张张啊，彪哥啊，都是我取的，然后现在大家都这么叫了。整理一下我睡前要看。要 review 一次，就是每天睡前做就是复习的一个步骤。对，这是碟子。没有，彪哥没有碟子哦，不要诬赖我。知道啊，他们都知道啊，因为我都这样叫他们。我真的超喜欢取绰号的，而且不只是朋友，我连不熟的人也会取绰号，因为我很不会记名字。然后所以说，哎，就是那个啊，那个渔夫帽男，哦，就是那个，然后白 T 的那个白 T 妹，什么东西？不要尿飙哥，我就喜欢这样吃。举口上台，但是你们名字就已经够好记了，所以就还
这道选择题它很简单，把你他现在叫我扣桑，没有，因为你们的名字都很好记啊，扣桑，不然叫什么？扣桑啊，扣桑两个字很好记啊。你们又不是本名来，所以就已经是绰号了。还好已经开始放寒假，万一你还不知道微笑要怎么，不会他不会对我怎么样，对吧？我都会这样子看他。然后呢，就说，哦，对不起嘛，我就喜欢对他们这样撒娇，真的好笑。Coco， 第二个可以叫 Coco， 叫你 Coco 不行耶，这样错乱。负责精神，没错。对啊，我最喜欢撒娇，我最喜欢对小脏脏撒娇了。我真的很喜欢的，不知道什么吃，就是我有时候就平常不怎么喜欢撒娇。对别人撒娇，也不会刻意去撒娇，然后现在就是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很喜欢对小脏脏撒娇，我就会，我就会，就是可能他们在一起聊天，然后我就会坐在他的那个脚上面，因为就没有问题，然后就，撒娇女人最好命，没有错。那我就只对他撒娇，其他人可能会不会理我，其他人会对我做出干呕的动作。那些彪哥，人家不是彪哥，人家是小张张。虽然彪哥我也会，但他也会对我做出干呕的一个动作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晚上好，晚安晚安。不会的，我今天不会撒娇的，大家先放弃这个念头吧，赶快想想指定动作吧。帮你取绰号吗？就是这位先生，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呢？那我就叫你扣伞好了。撒娇动作，子萱还是拒绝了。动作可以，动作可以，动作是可以的，不要剧情。欧先生，你好，我是萌新，我不会相信你的。欧先生，是谁呀？欧先生，等一下，我记得欧。欧先生是那个吗？是不是？笑笑。取绰号吗？等一下，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自己去改名了？哎，这是谁啊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鞠躬茶，哎，就叫你鞠，小鞠吧。不行，还是小笑笑。改了名。更惨，不知道。大家不要改名了，大家 stop。你们这个何先生是谁？等下何先生这个符号应该是，我猜，你是不是九蛋？小鞠，小鞠，我想到一代哦，对，小鞠，那鞠，大鞠，好了。晚安，我心烦，看起来不像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哪一位？那个 PGA 还是你？这个就是啊，对啊，就是名，就是本名啊，我记得这个账号。那要叫你什么啊？叫你听听好了。叫你什么？叫你听听 TT， 叫你 TT。你叫 TT 了啊，你就叫 TT。早安呢、欸，迟到了。没有关系，I'm like TT， just like TT， No bullshit， No bullshit。
真的打打分不清。求绰号，阿和这个名字就是绰号啦，是不是？大家不要这样，你们的名字都已经是绰号了，是吧？听听什么东西？不然我也不知道叫你什么，不然叫你 Zasy， 扎扎扎西哦，叫你 P， 不行啊 ，TT， 不知道啊 ，TT 啦。等你等呢，不要这样。哎呀哎呀，杨先生怎么会这样？大家别了别了。从哪里来？他们就是要我取绰号，我说因为不是本名，所以你们的名字已经是绰号咯，结果大家都改了名字。那么欺负，哎，怎么没回来？大家很棒哦。没关系的，大家没有关系，直播就是要这样子，快快乐乐的，大家开开心心。你累了，稍微有一点点。我今天严重缺少睡眠，小心乱给你。没事的啦，没有关系的啦。啊，对，我可以跟大家说我，哎呦，最近还有什么餐？没有没有，最近没有什么餐厅。哦，我有去吃那个金站有一间那个烤肉。星期日再见，子轩，好吧，拜拜，金仔。对呀、啊，真的蛮累的。对呀、啊，又是烤肉。哦，我还有去吃北车的那个寿司店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反正就是一个人的烤肉，金盏在金盏一楼。北车的寿司郎应该不是寿司郎，反正在 Uniqlo 楼上面，应该是藏寿司吗？忘记了。对，就是烧肉 like 好吃。应该算金帐里面，但是它在外面，但是应该是金帐。酱烧是好好吃，我好喜这甜点，我好喜欢它的那个鲷鱼烧配冰淇淋，因为我上次吃是吃那个，我是吃。什么豆乳什么冰淇淋甜甜圈哦，那个我那个我就觉得还好，但是真的好好吃哦，鲷鱼烧冰淇淋真的是震惊到我了，完全震惊，我会为了那个鲷鱼烧去吃藏寿司。
司嘛，以前会吃，现在不会。我现在都大概就是点一个寿司，然后一碗面，然后一个甜点，烧肉可以抽奖，对啊。但是我上次只吃了一盘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是拉面，哎，乌龙面，我好吃，哎，乌龙面还拉面，忘记了。而且那家拿过我真的好，对啊，很好吃啊，我真的内行啊。乌龙那个是乌龙面，好好吃，超好吃的。好，肉谢谢主持人，不用客气，不需要客，不用跟我客气的，大家。赚蛋啊，真的，以前有一个朋友打折，这么好哦。那我应该去打工，我应该到处去打工，然后到处去吃，然后就可以折扣。为了员工三打工的时候，蛋炒味好像也是的确。我之前是想要去 Starbucks 打工，但有机会可以，我想要尝试看看，泡咖啡，然后画那个瓶子，试试看就打工吧，就是各行各业都尝试看看，尝试过后才知道啊，是吧？才知道。那每份工作的，对对对，想体验一下。信大，为什么要说我信大？真的没有观众还会，真的好，哇，好聪明哦，大小姐，怎么这么棒啊？我也想，我之后就信大了，大家，大小姐。我已经改姓了，我现在姓大了。没有，叫大子萱。请叫我大小姐。没有办法体验，那要叫什么什么先生？啊，没有哎、欸。怎么再说一次？啊，我姓大。姓帅，帅先生。你真的有人姓大吗？应该没有，哎，不知道。啊，没有吧？他是姓大吗？他不是，我以为他是姓张哎。董事长，董董事，
还帮日本人说中文。懂书本，懵懵懂懂事。那、啊、这样直接说董事长好像是，我懂懂董事长，我懂懂董事长，我懂懂董事长，懂董事长真是董事，好饶舌，就爱饶舌。手段只有一个，哎，你有什么业务手段？
大家帮我想啦，我需要大家帮助。霸气爷董董需要大家帮助，用钱买。YouTube Music Premium 让你延续好心情，听歌零广告，关闭荧幕也能继续听，还能下载音乐，随时随地收听。可爱就是董董最大的武器吧。音乐不间断，专为你打造免费试用一个月。大家先先买了吗？告诉目标是赢过竞争对手，如果赢不了，我就买下它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向前冲，有限的敌，还以为是打 call 来提振士气。大家买生血了吗？友善晨会居然是问大家先写买了吗？没错，礼拜一晨会先叫大家向前冲玩，他说那大家买生血了吗？当然对啊，我是拿西洋琵琶假装会弹，其实不会弹，哎，好重。但我目前没有想考虑。之前有背过，有啊，我背过啊，差不多都忘了。会的就是可以组乐团，嗯，有吗？我会，就是很多都是会，但没有到专精。钢琴、小提琴、吉他，然后会爵士鼓，但不是很厉害。然后乌克丽丽也是会的，不是，那乌克丽可以不算，因为真的不是很厉害。但我先给大家看我小时候的照片。等一下，太亮了。这不是很可爱？耶、yeah ！啊，对，双马尾。不好意思，竟然让你们看到双马尾的我了。
我小时候常绑双马尾。再给大家看我以前弹钢琴的样子好了，好可爱哦，我也觉得很可爱。我妈妈都很喜欢记录，我妈妈很喜欢记录，所以就才会有影片。好可爱哟、哦！我看完这个，我好想去当幼儿园老师哦。没有，这个不是姐姐，姐姐不会小提琴。同学不能露脸的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已经想去当幼儿园老师了。我再给大家看什么？给大家看我讲英文的样子好了。这是我。对，这个五岁吗？这应该是我五岁的时候，2008年吧，2008年是五岁，不到五岁耶，四岁吗？四五岁吧。是五岁，小孩是很皮的，不会，大家都是善良的天使。带我小侄女去啊！我超喜欢小孩子，我看到小孩子会疯掉，真的。我今天在路上看到小孩子，我都会很开心。全美不是读全美的，我是因为我都是上半天的幼儿园，我在上幼儿园之前就有学英文了。我是那种英文的全英文的。补习班吗？应该算补习班，但是它是一个很特别，我真的蛮推荐的一间的。就如果大家有小孩的话，真的蛮推荐那间的。然后，但是我可能不能说是哪一间。然后，对啊，我真的学很多。然后之后上幼稚园就是读半天的幼稚园，然后下半天一样去美语补习班。它是一个很特别的。他不是一般那种补习班，他都是外国人来教，然后都是不是那种真的上课，就是这蛮特别的啦。我给大家看，这是我之前芭蕾舞，然后要去表演的我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啊、哦，好可爱、哦，我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大家说说，让我去，谢谢你，等一下。你们看，我学芭蕾，这是我。这是我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受不了了。还有我拉小提琴的照片，那是2008年7月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你看我那个时候腿超短的，啊，好可爱。
好可爱哦，我已经萌到不行了。让我这时候好可爱哟、哦。还有什么？你看，我去吃可丽饼。对，我那时候脸颊超肉的，这张我有拍起来，这张超级肉，我脸真的是凸出来那种。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最喜欢小孩子了。然后这是我幼稚园另外一间美语补习班的表演，我是演一个是好像是什么四季豆，而且我都短头发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对，我看到小孩子真的就会疯掉那种，没有办法克制住，太可爱了。真的很可爱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，实际上概念其实我有点忘记了，但反正我就是演植物了，啊，吃的好像是。我好喜欢看我小时候，哦，演的，哈哈。想想自己的感觉，真的很可爱。是不是跟彩姐小时候真的长得很像？我自己都觉得很像。你看，我很快乐的在吃。啊！干瘪。我真的很喜欢小孩子，是真的，就很可爱啊，受不了，大家都很纯真。然后哎，你看我们去吃饭，看我太亮了，你们看不到，我是去吃饭，跟阿公阿嬷吃饭。是我去小提琴比赛，小提琴比赛，然后在家里练习。而且后面还有我在玩的乐高，哎，我还记得这一组乐高，哎。多才多艺，对啊，我有学变漂亮，我朋友都说长得很不像，但我自己觉得长得一模一样啊。直播前别睡觉，我现在是在撑，然后我真的，我就是我只要累我就会变得很多话，我朋友也这样说，因为他们只要发现我话变多的，子萱也是忘记睡觉。看到大家，当然觉得，我真的觉得差不多啊。对啊，我小时候其实真的生活很丰富，我还有学直排轮，我还有学游泳，我还有学篮球，我还有学什么？反正我就学很多很多很多东西。那我还会滑蛇板。对啊，好啊，我最近好想看我小时候照片，没什么照片了耶，只有我扮鬼脸的照片，但我真不想公开。对，很丰富的人生，真的，我也觉得。还有跳舞比赛，就是我爸爸这阵子就突然，他以前都找不到照片，然后我爸爸突然在电脑里找到照片，然后就传给我妈妈，然后我妈妈就在看。对对对，我们在玩。
玩什么，但我不会玩滑板。哦，还有脚踏车，还有什么、啊？反正我妈妈也很喜欢带我跟我姐姐出去玩。哦，还有学画画、啊，但是就是都学，但不是那种专精的，两个人懂吧？对对对，真的是爸爸找到的，好像是电脑某个资料夹他们放错地方了，然后今天那几天不小心。对对，就想让我体验，还是水彩有啊，还有素描，就是好像就是画画班。等一下，我想我还上过什么课啊？一时之间想不到。反正我的确真的就是很丰富，小时候。全球时尚选品刷 Visa 最高享八折。宅在家追剧啊，对对对，书法没错，书法就比较大了，书法就是国小学的啊。我还学过下棋，下那个围棋、黑白棋，没有没有，黑白棋跟书法都是国小学的，围棋对围棋都是国小学的啊。我也学过珠心算，我也学过珠心算。我先跟你们分享，真的很好笑的一件事情。反正呢，就是我，反正我就是脑袋就是我记忆力很差，然后就是可能从小就笨笨的。然后我姐姐就是属于那种很聪明的那种类型，我们两个是青春完全的极端。然后呢，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的吧，反正她就说我小时候啊，她都会教，她先教姐姐那个九九乘法，先教怎么如何认数字。然后我姐姐就是一下就学会了，一下就学会那种。然后呢，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妈，就是拼那个要死要活的，终于教会我一到九，一到十吧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一到十。然后呢，我就好不容易背起来了，还是边哭然后边背的那种。然后呢，隔天一早起来，我妈妈说这是几，哎，我不知道是这个还是什么，不是，应该是看数字，这是几。然后我就很萌的看着他，好像就是从来没有教过我这样子。我妈妈真的就这样子放弃，她不教我，她真的是就是算了，可能她就自己跟自己说什么，好像就是每个人不一样，不要以姐姐的标准来教我。而且我背九九乘法表也是背超久才背起来。然后我珠心算也是，反正我就是，唉，没办法，天生的，是一个苹果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反正我妈妈也用尽各种方法来教我，反正都是我妈妈跟我说的，我也忘记，我也没有印象，超级好笑，就是差别啊。他们的智商都留给我姐姐了，我已经是，我是只有他们剩余的智商。是的，左手发现对，反应很快。对啊，我觉得我爸爸妈妈都是那种很聪明的类型，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家中垫底，自由的生活。学过象棋，但我会下象棋，但我没有学过，就是这不是很专业那种，因为我都是自己。就是国小，我也是国小，国小的时候就下课很喜欢跟朋友玩象棋。数学，对啊，但是我数学其实还蛮好的，我是文科比较普通。外表，哎呀，谢谢。将军抽纸，我不，哎，不知道。比较晚熟，没有，这跟成熟没有关系吧？应该就是。这跟成熟有关系吗？我觉得我不会很幼稚，好吧，可能大家觉得我很幼稚，他们都说我比较像妹妹。玩暗棋都会其实，但是我比较还，当然象棋比较简，那个暗棋比较简单。玩大盘的那种我就比较不会玩，但是会玩，但是就是不会，就是不怎么会赢。看
到现在还没有开窍概念吗？七二零王没有到七二零王。还在找自己的专长中，三周年的实感吗？也应该也算有吧。我觉得二周年比较没有，因为二周年那时候我刚回国没多久，三周年算有，就是还是有种感悟。因为最近就是在看一些之前的影片，然后就以前练舞的影片，然后就真的很感慨，都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啊，就会觉得时间真的过很快。你的知道什么？没有啊。其实我觉得我天生擅长的，应该比较算是音乐吧，乐器。因为我从小就是刚好绝对音感嘛，然后我的老师就是乐那个小提琴啊钢琴老师，他们都觉得我对于乐器好像都比较就是天生的，比较有天生的那个优势。但是我后来就没有考音乐班，但是这也是。考也是现实考量吧，就是家人的一些考量。虽然还是蛮想要念音乐班，但是既然都选择，就没有关系。而且音乐班其实也很辛苦。是音乐，他就要去欧美，然后这就也是有很多问题要。反正现在也很棒，现在也体验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生。对，就是亚洲，对，这就是我家人考量的，也是的确啊，我也能够理解，只是可能就是我天生的才。的优点跟亚洲就是没有配合到，所以比较可惜。对，我也知道。空可以试试，对啊，没关系，各行各业都很好。而且我也很想要，也有很多很多想做的工作，像什么空姐。那个幼稚园老师我也好想要，或是国小老师也可以，每天都看着小孩子，然后就很快乐。虽然可能有些会很皮，但是他们也是很可爱的。要去哪里玩？有安排？有啊，有安排出去玩，之后再跟你们分享，对吧？今天多份工作，不知道再说吧，到时候看看。我都还不确定，还在思考。反正都说不定，就是我就是对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，但是也是要试试看才知道。对啊，老师创作，对，我也是对创作歌手这一点也是蛮，因为我也很喜欢作词作曲，就是蛮喜欢的，就是我可以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，那我就会知道我就是真的是喜欢做这件事情。可以写写歌，我也觉得这也是不错。然后写写歌也是很棒啊，这种生活。特稿出去被抢，这也很棒啊，每个都说不定，搞不好以后真的是会这样。
直接成为，对啊，我对，我也很就是很开心能够就是现在像现在这样，就是做一个小小偶像，也很开心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，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。写歌有点提醒嘛，之后应该会吧，毕竟真的是青春。就在 TP， 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，真的。对对对，这个体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美好。耶、yeah, ，突然感性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了，我要来念榜了，大家。对啊，都交给了 TP。暴雷王是你哦。时间真的过很快，看之前第一次直播的我跟现在直播对比。不想当暴雷王，快来挑战成为追剧王。之前也是，要下播还没有，我要先念榜，然后再指定动作，然后再跟大家闲聊，之后才会下播。对，我发现了，真的，我只要睡眠不足就很好聊天。我觉得应该是我，就是我比较容易一直想东想西，然后反而不好聊天，顾忌太多。我现在脑袋不太清晰，所以呢很好聊天，什么都敢都说。给谁？但我现在真的很累，我来念榜了，朋友们。哎呀。来吧，恭喜第十名的安莎克拉卡，恭喜安莎克拉卡，你是第十名。再来是第九名的马子俊，恭喜马子俊，你是第九名。再来是第八名的高筋面粉，哦，安德鲁，恭喜安德鲁，你是第八名。再来是第七名的幻影战士，恭喜幻影战士，你是第七名。再来是第六名的庭祥，恭喜庭祥，你是第六名。但是第五名的惠山沙耶，恭喜沙耶，你是第五名。但是第四名的寇桑，恭喜寇桑，你是第四名。但是第三名的阿和，恭喜阿和，你是第三名。但是第二名的笑笑，恭喜笑笑，你是第二名。来是第一名的马修，恭喜马修，你是第一名。好，我们先从下一页开始。
点个赞。帮你们这样。笑笑笑笑，对啊，你们自己合成这个小马尾，我小马尾小屁股，再来是马修，台词你要什么台词？让我听听，让我听听，让我看一看啊，是什么台词呢？对，我先审核，董董要审核了，没错。很好看，谢谢老丁哥。对时间来跪下，你这个头，我在哪了？好吧。还要笔试，不行，太难了吧？我可以就是简简单单的说吗？好，我相信你可以接受，是不是马修？说过这种台词，好的，没事的，大家，好的，好的。自己成长吗？没有。
说吗？那集啊，很快就会见到面了。继续聊天，我看你们聊天。真的有点累。我刚耗电耗太大了。我们来看听的。你还突然睡？不会了，我不会突然睡着。我是一个很难睡着的人。姐姐姐姐，你今天怎么那么美？在我身边，这装扮绝对奥利给，心情全天都帮你变得新鲜。我要开始听他们的歌，让我充电。今天怎么那么美？真的吗？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画眼线的我，也不喜欢画睫毛膏的我。我今天没画眼线，我今天就是画一下。小小大人们总是不在家，呜，谢谢你一直在陪伴我长大，呜，是你教会了我爱和被爱，别害怕，跟着我吧，现在换我发疯吧。化妆，心情很好，心情好，看起来更好看。毕竟考完试了。OK。有滋有味，有滋有味。对啊，对我不太一样。叫什么？啊？会有吗？会有吗？我不会说的，大家就自己想吧，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哟。相反，很多人是从都爱你。姐姐真漂亮，大家都要来哦，没有来的也要看线上哦，我会检查你们有没有哦。但有来的可以跟我说你们的位置哦。他们都在哪？嗯，都有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
买不到票可以看线上啊，我们线上都还可以买哦。哎，现在还有，对啊，现在线上还有，哎，是还有吧？你这是疑问句还是肯定句？应该还有吧？对啊，还是可以看线上的，而且线上会有不一样的镜头。大家快教教！内裤舔。去 KK Tix 买。需要私讯的话请通知。需要教学，教学。左区。没有看 NBA， 想说没有看，嗯、啊，没有看。我跟你说真人的，他说真人也没看。嗯、对对对，真人可以撑伞，真甜。对啊，就不一样，但是都很棒。所以如果买不到票，大家还是可以看线上哦，线上啊，线上会有 focus face 应该啦。这个是一个没办法确定的发言，但是应该是会有啦。对对对，都是各有不一样的感觉，而且你待在家里可以边吃东西边看，现场的话就可以更加的融入，那都可以，都很棒。但是可惜是现在现场买不到了，所以就只好看线上。但是现场买不到，至少还是看得到线上啊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到全家桶三周年的时候。新粉粉啊、哦、，Hello， 你好。The UI。肉干，好饿，我现在想吃东西，好想吃东西。你们有买东西吗？有吗？你是喝过了，好吗？课业演绎很忙吗？就是努力兼顾。肉干，我也想吃肉干。不当粉，就给某某啊！原来这位是某某粉丝吗？你好，加油！好的 ，yes， 我不要脸。哪有？每天都吃一个。啊，他自己吃太慢，而且不是有三包吗？都吃掉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想去 Costco， 早一天去。我没有吃很多，很好吃啊。变胖了？谁说我变胖了？我今天听到没有？哦 ，Hello， A O K O， Hello， 你好。好可
想跳吗？快！好吃，让我看吃看什么东西。哦，打开了，你好吃吧？嗯我会想到我体重，那我就会停下来。不吃完，晚安。好，最后一片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体重还好啊，不是，我就想到，就是还是会想一下。手臂酸痛，还能这样子是吗？对，真的有分好吃跟不好吃，吃过的人都知道哦。对，很痛苦。可是我喜欢小块，小块就会很硬，我就是它就会是那种烧焦的，我就很喜欢烧焦的。我今天是吃烤肉，然后我就很喜欢吃烧焦的东西，所以烧焦都可以吃。我喜欢吃烧焦的。然后他们还阻止我吃，他说：“志轩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再点一盘。”我说：“不，我就是喜欢吃这个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我把你丢掉。”他们就把我喜欢吃的东西丢掉。但是的确真的太焦了，他们可能担心我是那个健康安危。对，我真的超级喜欢吃烧焦。好了，快乐时光总是过得如此的快，我们呢也要到时候 say goodbye。 好，我们礼拜六礼拜日见吧，不见不散哦。大家都会来看吧，不会到现场，大家都会看 线上看吧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呢？好，大家拜拜，大声点睡，拜拜。我今天就不一念了，大家拜拜，祝你们有个好梦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